在社会创新的这条道路上，我们要面对社会问题，卷动社会力量，然后呢会碰到很多困难，然后大概也会一再一再的失败。但是呢，就像我最喜欢的诗人 Leonard Cohen 所说的，万事万物都有缺口，缺口就是光的入口。如果没有这些失败的经验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更多的力量卷动起来。这次的搞砸年会邀请到各个领域的创新工作者，他们就是专门擅长把事情做出来，然后可能做出有缺陷的、有失败的、各种各样的挫折磨难的一些达人。在这条路上，我想大家都不要畏惧失败，因为唯有一起失败才能够汇聚大家力量，达到更高的一个成就跟改变。所以祝大家今晚搞砸愉快。